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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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系 Coco 啦。今日咧带咗咧Mabel 只乖心肝定呢、這个僆仔咧叫做 Mickey， 系我咧契仔，系啦，因为我契女两个咧就走嚟同大家见面。Coco 你叫咧Mickey 第一次见吓，系啊，两个都系第一次见好今日。佢两个咧而家开心咯。啊！就係正話咧，攞咗啊少少阿 Coco 嗰個頂甲啊，佢唔好中意個孤寒鬼嚟嘅，原來狗都孤寒嘅，但只狗咧而家咧就錫翻佢咯，錫翻佢，錫翻個姐姐咯嚇。又錫翻啦，冇事啦，而家又。因為頭先咧，其實係咪後咧，佢哋兩個係玩到咧。哎呀！出彩咯，但係佢哋兩個係第一次見。係啊，第一次見，大家都係 Yorkshire Terry。係啦係啦，咁啊，似乎又好中意 Yorkshire Terry 啦。我近住嘅狗咧就係 T 仔。係點㗎？同呢只狗一樣樣啊。係啊。我個女咧喺Facebook 見到佢咧，就話呢個咪就獅仔咯，呢個就係近時我哋養嗰只獅仔，不過樣係好似，完全一樣，性格似唔似？全部一樣一樣，全部一樣啊！又係咁樣叫，又係咁樣白厭，又係咁樣中意嗰啲嘢，係啊，完全一樣。咁其實話時話咧，我都想問嘅，你會唔會相信動物有重生或者輪迴呢件事嘅咧？少少嘅，即係而家開始慢慢相信。是不是啊？你這隻呢就是 Lily 的重生， Kitty 的重生。 Hello Kitty 的 Kitty、因為為什麼呢？其實來說呢是很奇怪的、其實我也是因為這件事，你知道我不會亂相信的嘛、我也都做了一些調查、而這些調查呢，我就是研究世界各地究竟有多少信仰或者宗教呢，其實他們是相信動物有靈魂。有的，咁樣樣，咁其實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都做咗啲功課。咁如果譬如大家想知詳情嘅咧，咁我十一月咧喺香港靈異學會個文章嗰度咧，我亦都會再分享一次，會係咁。不過我而家即係即管簡單地口述一次俾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嚟講咧，原來世界各地咧，無論係埃及，或者係甚至乎愛斯基摩嘅因奴族。他們都相信動物是有靈魂的，即首先有靈魂才有得輪迴啦，其實在佛教和在印度教裡面，其實他們相信他們不叫做輪迴，叫什麼？叫做重生。是啊，是啊，譬如說他們是相信動物是會重生，動物會做回動物，但係從來我未見過有一個即係實證咧，就係動物做人嘅喎，或者人做動物。但輪迴又講話動物收到可以升級做人嘅喎。係嗱，點樣咧？其實嚟講咧，譬如話，無論係愛斯基摩人都好啦，印度教啦、佛教啦，咁其實佢哋咧就原來甚至乎非洲竟然是全世界最相信動物有重生的國家嚟嘅民族嚟嘅，因為其實佢係如此根深蒂固，同埋完全係相信咧，當日做人之前咧，其實係由細菌開始。係咩？係先做細菌，慢慢升級，一路升級到，譬如話係啲野兔啊、大象啊，呢個進化論嚟嘅喎，係咪啊？即係死亡再重生，一路進化到大象咧，其實喺動物個界別嗰度就差唔多啦。咁後來先至再即係大象之後就做人咁樣咯。咁至於譬如話每個人即係譬如話死咗之後會重生做乜嘢咧？咁其實唔同嘅國家同信仰咧，佢哋都有自己個學説嘅。係咁其實原來佢哋咧就係、譬如話一啲係印度教先啦。咁其實佢哋係相信當一個動物死亡嘅時候，咁就會係因應佢當時嗰個所謂業力啦，係咪？即係業力冇話做過嘢嘅，冇話對與錯噶嘛。咁但係其實當然係有獎有罰啦，係咪？咁當佢死亡嘅時候，個業力嗰個大細同埋健康，嚟到去嚟定下一世做乜嘢噶喎？哦，系咩？系啊，咁譬如话佢而家系狗，咁佢死咗之后，佢有权再进化或者退步啦。咁但系亦都有权
做翻舊嘅喎。係係。嚇，咁譬如話喺埃及，亦都係好出名啦，大家都知道，都會好相信係動物會輪迴嘅時候，當佢唔單止係為人類嘅屍體或者係任何屍體去做一個臨時嘅棲身之所啦，或者個蒙禮衣啦，係啦，之所之外，原來其實佢呢一個棲身之所咧，亦都有另外一重意義，就係話佢哋會係為呢一個靈魂作。在下一世之前作好準備哦，所以要保存了那個屍體的完整，是啦，還有當然有很多陪葬品，有不同的象徵意義，他認為他去了下一代下一世呢仍然在享用著今世的用品，是啦，咁同埋嚟講咧，譬如話愛斯基摩人啦，喺傳統上而家當然唔係啦。咁喺傳統上咧，其實佢哋殺動物咧，即係做肉食又好點都好，佢哋射殺之後咧，原來有一個傳統儀式嚟到去超度呢啲動物嘅亡魂嘅喎。係咩？係啊，咁佢哋亦都會相信動物會翻嚟呢個地球嗰度。係啊，咁樣。哦，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之前我有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其實即係點解我會覺得呢一隻 Coco 係我之前嗰只狗 Kitty 嘅輪迴。係啊，點解咧？當然啦，佢哋嗰個樣係兩個狗品種啦，Kitty 係松鼠狗，咁佢係約瑟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嚟講咧，就有幾樣嘢我係從來冇諗過。養松鼠狗以外的狗的，但是很奇怪的是緣分，我的好朋友給了這一隻我，他們會覺得，即我會覺得他的眼神很熟，為什麼這麼熟的呢？眼神很有趣的，有時候就是他的靈魂之窗，是啊，我覺得是很熟，但是其實也都當時呢，我們真的又是剛剛死了那隻狗，我很傷心，即係之前佢哥阿 Coco 哥哥亦都松鼠狗，亦都好唔開心，唔食嘢好多兩個禮拜咁樣。咁我係好擔心。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已經開始即係留意一下有冇松鼠狗。哦，原來而家發覺靚嘅松鼠狗真係好少啊。anyway， 咁除咗我睇到佢個樣子之外咧，咁其實咧我有幾個感覺，即係我係學靈學嘅人，咁我亦都有啲身體嘅感覺。我會即係其實有幾個象徵啦，係我純粹感覺嚟嘅啫。Kitty 係要翻嚟，係啦。咁當然啦，究竟係咪咧？咁我問翻個動物全心個老師，佢住喺元朗，但係佢自己一個幾廿歲嘅嚟我 office 港島區，特登去想我釋懷，佢要我相信其實。連他自己都覺得，他自己話係噶啦，我不會錯噶啦，呢個是 Kitty 嚟嘅。哦，呢個 Kitty 嚟噶啦。呢個 Kitty 嘅，係啦，佢前身就是 Kitty 啦。嗯。咁同埋其實有啲巧合，譬如話我要呢只狗嘅時候，個前主人佢會俾啲針卡我，我會知道佢嘅日期係咪出生年月日，針卡有講噶嘛。咁因為我屋企要裝修，咁所以我都要收拾。啲嘢跟住搬去第二個地方暫住。當我收拾嘅時候，我見到，咦？點解 Kitty 個日期咁熟嘅咧？跟住我對一下，365日，點解會同月同日嘅咧？同佢一樣。同佢同佢一樣。同埋尤其是係我相信，當我同佢前主人傾偈嘅時候，佢一啲生活習慣，譬如話佢前主人佢養好多狗嘅經驗。他說他養了十幾年狗，他都未見過一隻狗是這麼難湊的。怎樣難湊呢？因為其實很多小狗都是差不多的，但他是特別不吃東西，而且他要特定一些東西，他才會肯吃一點，然後再吃飯。但其實這些不是正正就是我們一直養開 Kitty 的方法嗎？也都有很多，譬如說他喜歡的東西，玩的玩具都是一樣 ，Kitty 不吃的東西它都一樣不會吃。我亦但不同種類喎、但係即其實是咪輪迴或者重生就有待大家去討論啦。但係的確
係我做過幾次實驗，因為其實呢啲真係冇機會度佢個自殺係咩噶嘛，係咪？我真係只會靠一啲身邊嘅專家去推測。嗯，咁其實有兩個結論喎。嗯，如果係相信有靈魂嘅話，或者有重生嘅話咧，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就係佢重生啦。嗯。好像一個 iPhone 4變 iPhone 6咁樣啦，咁但係個餡係舊盒，但換咗個新殼嘅啫。第二個咧就可能會係一啲我哋個屋企嘅祖先，即係 Kitty 同埋一啲已經離世嘅兄弟，佢仍然冇走到，但係佢嚟去俾指引去教呢一隻新狗，教呢佢，係啦，可以咁噶嘛。嗯，係咪？咁所以兩個可能性都有。嗯，咁所以如果佢話講動物重生，我亦都係曾經試過做一啲實驗。嗯，我真係好想知道佢究竟係咪 Kitty。嗯，其實我透透地咧，即係佢阿 Coco 爸爸咧就深信不疑噶啦。但係咧，我做咗，我同我有朋友上嚟，咁其實我哋做咗幾次實驗，就係話我哋用四次。我哋做咗四次重複嘅，每一次我哋都會用五個物件，咩物件都得，但係當中包括一啲 Kitty 生前中意玩嘅嘢，好似人哋厭惡佛咁咧，我覺得咧，睇揀唔揀？係啊，但係四次都揀中咗喎。係啊，四次揀中。不過可惜嗰日我太過激動咧，冇留低任何拍片或者影相，哎呀，嘥咗咯，系啦。咁但系点都好，因为始终都系佢都翻咗嚟咯。嗯，究竟会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咧？的确，我睇翻好多外国嘅报道系有嘅。嗯，咁同埋的确系有一啲书系讲一啲动物死后嘅事嘅。嗯，系啦，会遭遇到啲乜嘢或者啲，第时我哋有机会可以再分享。系啊，好啊，好啊。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嚟我哋香港靈異學會個 Facebook 群組啦，係啦，同埋即係我個 fan page 嗰文章嗰度啦 ，Jacqueline 的魔法學堂嗰度可以睇一睇。其實你有寫低嘅，我咁耐以嚟嘅所有神秘學研究，我會寫曬。我有睇曬。係啊，嚟緊11月，我哋就會去探討呢件事咯。咁誒嗱，講翻我呢只契仔啊，呢只而家咧叫做 Mikey。嗯。咁咧，我咧第一次咧將嗰幅相咧。就寄咗翻俾我個細女睇，個細女睇之後，佢話咧就係阿 T 仔咯 ，T 仔咧就以前咧就係我嘅一隻狗，呢只狗咧就係個朋友咧送俾我哋屋企嘅，送嗰日咧係第一日出世，真係似係老鼠，就好似佢咁樣，就係咁樣，一隻老鼠，嗰幅相咧啲模式同埋咧頭殼嗰啲耳仔咧個形狀咧。嗱，個耳仔形狀同其他唔同嘅喎。嗱，你比較下可以大家睇下，係咪？係啊，咁啲係豎起曬嘅喎。係。咁咧就係同阿 T 仔咧細個嗰陣時一樣樣嘅。嗯。就係 T 仔。但係點解你覺得佢係 T 仔咧？咁一同埋咧就佢嘅玩法咧，即係我就唔係咁日日睇住佢啦，但係個玩法咧。就同個 T 仔咧完一樣嘅。佢嘅口味同習性又點咧？譬如佢中意點咧？佢中意咧 gallop 啊，即係做只馬咁樣咧，跳下跳下，四隻腳咧伸到整直，就賽跑嘅形式。係。咁呢個咧就係近時 T 仔咧成日撩緊佢嗰啲兄弟同埋啲姊妹玩嘅時候，就係呢個形象啦。同埋 gallop 咧，佢我唔知其他狗會唔會咁樣，但係佢咧就好中意 gallop， 好似只狗。馬咁樣跳，啪啪啪啪啪咁跳，即係完全咧同嗰個 T 仔嗰陣時，同其他狗玩嗰陣時一樣。係。咁啊，第二咧就我睇到佢自己去揾廁所，同埋自己揾自己嘅竇。啊，好醒目喎！佢自己識揾。幾大啊？講多次俾大家聽。呢個四個月到啫嘛。係。呢只狗仔。Coco就六個月。係，但係呢只狗仔咧。個百厭程度咧，就係大狗樣，好百厭嘅。唔係通常細狗 puppy 係咁嘅，係百厭嘅，係啊，係啊，咁咧就唔識攰嘅，係唔識攰嘅喎，係喎，係啊，中意咧玩。今日咧我專登咧就帶嚟結識咧契女，等佢多咗個女朋友，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咁佢真係中意喎，哇！
頭先喺咪後咧就玩到不亦樂乎，係啦，直情咧就玩到癲咗嘅。佢本來近前肯錫人嘅喎，係咩？唔係錫人噶，頭先猛錫我，猛錫你同埋猛錫啫。嗰個姐姐係咯，啊唔知點解咧呢、這個咁鬼識追女嘅，係喎、哦，係啊，咁啊呢個咧亦係似近時咧嗰個 T 仔，係咁啊再 observe 咗觀察多耐啲啦，因為而家只係翻咗嚟唔好耐啦，佢唔係我養嘅，係另外一個契女啊，係呢個 Mabel 養嘅，係 Mabel 養咧，咁我。要多啲見佢啦，係咯，多啲見佢睇下佢咧嘅習性點樣。咁、但係咧，我個女已經當捉佢啊，我細女喺隔陽啊，已經當捉佢咧，已經係佢啦，係 T 仔嘅靈魂附咗落去佢嗰度啦。其實咧，有陣時咧買狗唔係話個價錢，或者個品質當然係重要，但係其實我覺得緣分係好緊要。係啊，最緊要緣分。係咪啊？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因為咧好笑就係話我，因為我年紀唔細啦嘛，咁我覺得咧，我第一我唔中意黑色嘅狗，係啊，黑掹掹咁樣。第二我唔會再養 puppy。我講過，好似人哋話嫁老公，我唔要嗰樣咧，卒之又係養嗰樣，你又翻咗嚟，你又咧。啲白色嘅毛咧，將來老咗係銀色嘅，係、銀同埋金色，啲黑色嘅變金色嘅。係佢呢個白色咧，將來咧佢會變化嘅喎，好似我鐵仔咁樣變成金色頭嘅。咁、白色咧就係銀色嘅，係、金銀色嘅。佢本身咧呢種嘅 Yorkshire Terrier 咧，係梗啊，佢唔係狗嚟嘅，係梗嚟嘅。係狗爪邊做個梗，係呢個呢種梗咧，係佢個呢一種嘅祖先咧，佢係比較兇惡嘅，同埋但係好忠心嘅，係佢咧佢唔當自己係細狗嘅，佢、當自己大到無倫嘅大狗。因為其實喺大概英女王時期咧，因為喺英國嚟噶嘛，呢啲狗喺英國狗嚟噶嘛，佢係養嚟，佢係繁殖嚟捉老鼠嘅。係啊，所以咧，其實佢係要特登係一啲細嘅似老鼠嘅身形，同埋係好快，好快嘅。其實佢嗰活動量要好高，同埋個跳啊，同埋跳同埋跑咧係特別迅速嘅。因為佢捉老鼠噶嘛。哦。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人會將絲毛爹哋同埋約瑟爹哋。係撈亂，就假毛。因為其實絲毛爹哋咧，其實身形都係大少少咯，比正式嘅約瑟爹哋。咁同埋，但係咧絲毛爹哋咧，其實啲毛係攣嘅。咁同埋佢啲毛係冇咁厚喎。咁但係好多人咧就將佢，因為兩個價值係好不一樣，將絲毛爹哋係冒充嚟賣俾人咯。就冒充係約瑟爹哋，約瑟爹哋你。越細只咧就越值錢，有啲嘢擺落個獎杯度咧，啱啱咧個相咧。咁啊，契爺點樣品評佢兩個啊？兩個都好靚，尤其呢個女咧，真係咧比個相更靚。佢真係真人真狗啊，係靚過嗰只相添。係。咁我呢只都唔錯，我呢只靚仔都唔錯。係啦，好仔咯，嗬，好仔，呢個就好女咯。係。咁同埋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兩個咧。都唔會立亂吠，嗱唔會嘅，好緊要嗬。同埋咧呢種咧叫裝飾狗，咁咧就要每天咧要同佢梳頭嘅係嘛？一個星期我就會同佢沖一次涼嘅。有冇沖得太多喎？係啊，一個星期一次咯。咁因為其實呢只狗咧嗰個身嗰啲毛咧其實係有啲分泌物咁樣。係咩？哦。似乎係好似有啲，因為佢啲毛又長咧，加上咁所以變咗好容易啲尿跡啊嗰啲會積咗喺度就會污糟。咁所以如果正式比賽嘅人嚟講咧，或者係養啲純白嘅狗，好似摩天使嗰啲咧，就會大概係一個禮拜沖一次涼咯。係啱啊。係啦，咁同埋嚟講，佢一定要梳妝先至好。如果唔係咧，喺屋企就好似咧成個生意失敗。係咁就唔得啦。好啦，咁啊差唔多今日時間有十幾分鐘啦。咁就下次再講講咧。就真係靈異啦。靈異，不過今次講狗都好多人聽嘅。係咪啊？好多人中意養動物噶嘛，同埋好中意 pets 噶嘛。係。好啊，多謝曬各位收睇，我哋下次咧睇下阿紀圖喺。
日本翻嚟，系啊，有冇嘢奇遇先？好啊，系啦，拜拜，拜拜。